怎么这么快？我就上了个厕所，这完了，这得丢多少个兵？还好我们打的是个猴啊。这把玩鳄鱼也行，剑魔不太好，剑魔不太好。这把鳄鱼、王八啊、木木都可以。翻滚中。没事，丢了几个兵，也没丢太多。死了吧，就好痛哦。车咱就不要了，补不到那个车，我攻击力不够。可以。来了，猴哥。来了，猴哥。如你所言。马哥也来了。这他妈的，这个猴杀完我还三级。杀完这猴我们还让人压一级，这前期丢兵确实丢的挺闹心，真的。谢谢雪儿的又一个飞机，我可有余震哟，猴哥。我不上了，你上吧。推一下，推推一下金线。哎呀，车你还收？这猴什么意思？这猴，给我踹死他！这猴非得要干一下子，收了都，都收了。好像塔皮能吃啊，我吃一层吧，不吃白不吃。走喽，无敌喽！这是真的没黑幕，知道了吧？哎呀，这哪有黑幕啊？你放心，这些小厨讲没的黑幕，这还不抵我一顿早餐的钱呢。这样吧，打个猴。这猴怎么杀完这么多遍，我们还是劣势啊！哎呀，好疼啊，猴哥，好疼，猴哥，好疼，疼！叫人了呢，猴哥，怎么叫人了呢？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！叫人就算了，还控兵线。还不能回家，这一波我把这猴杀了，结束。哎，这皇子派搁旁边简直了，先来个布甲孩吧。
白给一个 R， 没事儿，我们玩嘛，这 R 吸力很快的，没关系，一分钟一个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Killing spree.再来个布点还。这老猴还给我出个吸血，哼，出个吸血。可以塔下小干一波，先耗一波血，然后下一波再杀。我现在就希望这皇子能赶紧过来。我都不希望别的，我就希望这皇子赶紧过来抓我。花条跟我说小驴人上来了，我的妈呀，果然小驴人上来了啊。不会吧，你要杀我呀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你居然要杀我，我没想到啊。这猴也没大了，等小驴人走了我们再出来。Rampage. 你不补刀啊？可以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不补算了。不补就算了。炮车也不要。啊，行。看我这波塔下干不干你就完了。是，直接抢塔啊！他 W 交了，老猴还秀起来了，挺秀啊。中路哥打野全死了，不用担心啊。猴连瞅都不瞅我啊，160溜了，我把他打了，那我可反甲了啊、哦、那我可直接反甲了，如果这个样子的话，如果都没人管的话，我可能就翻甲了啊。日炎我就不先出了，血量反甲有血量啊，反甲血量很高的。翻滚中，翻滚中，猴到底要出啥呀？他出两把长剑加一个吸血，破败也不认图啊。他要出九头蛇，
第一件九头蛇呀，我没想到啊。这真是一刀不补啊。塔下干一波吧。下波可以杀。来，我看你下波怎么办啊？王者来了，要杀我！我没想到啊！来呀、啊！那皇者咋不上呢？就帮看着就走了，这哪能行啊？这王八也太狂了，这都不杀，我真是想不到。我把你一塔给你拔了。这王八狂成这样都不杀，我是真没想到。来个这吧，出点魔抗。如你所言。滚出来！去下路越塔。小驴人去了啊！那猴没有大。往我这走来。猴还给你整无敌了呢，这猴。今天这猴必须得死，别人可以不死，猴必须得给我死。我让你拿人头，你啥意思呢？嗯，我打完了，要杀八条啊！哎，要杀发条，我没想到啊！我们先把这小驴人杀了，给我打个扣！哎呦，我漂亮发条！你要杀我？哎呦，这皇者蓄积这么高，这皇者电刑！哎呀，这电刑！没事。居然现在还有皇者带电刑的，真傻，真是傻。皇者带什么电刑？我的妈呀，这猴出星石，啥也不说了。你带个征服者出星石，我确实是没料到。为人必死吧。打个红的。猴应该出什么装备呀、啊？带征服者肯定不能出星矢，太脆了，而且没有那个伤害不高，又脆伤害又低，然后还没有冷却，
这小驴冷猛啊，小驴。干嘛呀？我打你了？怎么的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就你叫小驴冷？啊，叫傻了得了。这维恩是真惨，刚从家里边出来，居然给射了。蓝应该没了吧？这皇子蓝应该打了，刚打完。嗯，跟我来来。点他呀！点这不随便点吗？对我好意。没事，没有人敢上的。那小绿人上，我把小绿人给他嘲讽了。来上来，我看你怎么上。这猫怎么还带个帝国指令呢？可以。老头。敢议我这猴，我真没想到啊。好能耗啊，对面真是好能耗啊。不去了，回家了，把日炎出了吧。没空跟他们搁这耗了，出点魔抗，自言自立。上我身啊，给加速，先把小鱼人杀了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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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人太多了，这哎呀，发条空爆了。水银鞋，水银鞋没用啊，水银鞋对面没有控制，要水银鞋干嘛？可以全收了，小驴人应该快到了。别怼了，小驴人到了，我们得守着这小驴人啊。小龙再打，可以再推一下，走吧。哎呦，可以啊，还不敢上，我们拿小龙。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回事？看来我得带点馅儿，这猴啊还挺能偷发育的，在那里偷袭。
带带线儿吧，好久没带过线儿了，一直在跟他们搁那干团。我单带其实也行，那黄子跟那猴俩人打不死我，我们猴一个人愿守塔，我们还能越，其实是挺好的。 小绿人老来就比较的烦人了，来把这猴杀了吧。哎，可以杀小绿人，漂亮。哎呦，我这我们家这资源有点快的啊，不好上啊，不太好上，这寒冰有点。 有点讨人厌，这寒冰，你挺恶心人呐，这寒冰，啊，这寒冰，这就救不了了，这你都让人射住了，这还怎么救？ 你这波人马没大，我没大的，你说这去打龙去，明显是不明智。哎。 我往前冲，怎么的这小驴人？回头啊，别跟队友脱节了！哎呀，射我的龟头，死光了！哇，发条可以啊！ 应该打不了了，这边好痛啊！冒着，差点钱自言自立，先把自言自立出了，差50块钱，你说我们等不等？还是把那多兰盾卖了？ 不卖多兰盾，我们等会儿钱。这多兰盾给我们可以回血，每5秒回复6点生命，啊，最多回复40点生命，这还是有用的。下条小龙得要。 我这文音太猛了，这文音，致命点呀！这不一波了吗？这小黄毛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回事啊？再打来，打，打死我！我操你猴的！你打来。 一波能不能到底？费点劲啊！8秒活了。哎，好像能。哎呀呀呀呀！这小兵啊，这嘲讽小绿人，这寒冰，别花哨。 你们没发现吗？现在这么多寒冰辅助出来了，发现没？